继续来关心新港乡的消息。新港乡新港新团队主要是由新港在地人所组成，两天来执行城乡创新计划，成果丰富。除了辅导不少的青年团队以外，也推出包括面膜、甲泡啊敷、植栽等等商品。在板头窑举办计划成果发表会，也搭上三倍更的使用热调。新港新团队表示，计划将要在八月底结束，但是依然会持续来关心地方的建设。团队当中，高屏社区的应采蜜非常引人的眼光。新港乡共有全台七成应采，而其中有四成拢集中伫高屏社区。高屏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俊杰讲，感谢团队辅导，将菜园当中卖上较歹的应采加工做成面食。目前也伫咧开发水饺皮甲饼当中，而加工的产品用于就是用伫咧社区所需要顶端，也和社区妈妈伫咧外口贩卖，创造工作机会。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内容哦，可以激发更多的这些返乡的年轻的创业的青年，他们在服务地方，在返回家乡的过程里面哈，如果有需要政府的资源协助的话哦，那或许地方如果有这些热心的顾问、热心的团体啊、热心的这些有经验的辅导的专家，能够带着他们。然后跟着政府的资源一起来推动他们的梦想，还有追逐他们回家乡的一个理想。今天这个好野青市集主要就是我们新港新团队，他带着我们新港的年轻人，好野表示新港的洪天宫的好野艺术，那青的意思是代表我们在地的青年，我们希望能够带着这些年轻人，那我们今天正式的来启动我们这个好野青市集，那在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的来持续在新港每一个角落来带着我们新港的年轻人一起来努力为在地发光。除了辅导社区以外，新港新团队也发挥创意，做出让人捏目一新的商品。团队新员之一的柯泽先讲，新港大家拢知影新港洪天宫，每逢闹热时阵放炮啊，所流落来的炮灰，经过团队的加工了后，变成会当生出甘麦蜜的豆顶小植栽。我见一片，还阁有炮啊燃烧过的味，富有在地特色。新新闻就来成新港乡彩虹报灯。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